请选择该项目的指定动作。8号。上步挂盖拳，开步双虎爪，马步双标掌沉桥，弓步右弓步双推单指，转身挂盖掌，安全套路。我们一号组合运动员演练水平0.47分，动作质量0.50分，第一环节个人技能最后得分是0.97分。7号和17号题，地术拳法又称为什么拳？ A 蛇拳， B 蝎子拳， C 狗拳。开始回答。我选择 C 狗拳，回答完毕。C 狗拳，我们看一下答案正确吗？完全正确。C 狗拳，好，恭喜恭喜。截拳道并是中国的功夫，名震海外的武术名家是谁 ？A 叶问 ，B 李小龙 ，C 成龙。开始。我选择 B 李小龙，回答完毕。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是否 B。 好，李小龙完全正确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大屏幕。1号题，这段视频中出现的每个套路名称都是什么？有八极拳、形意拳、南刀、孙氏太极拳，还有披挂拳。好，请你说出其中一个套路的风格特点。八极拳是一个传统项目，以六大还是八大招为核心技术。主要是短打拳法，并发哼哈二声。回答完毕。好的，分是0.25分，风格特点的得分是0.15分，那么合计是0.40分。好，一号组合的演练水平分是48.96分。
动作质量分是47.66分，最后得分是96.62分。